睡着了？你怎么睡着了呀？哎呦，要不要起床啦？帮妹妹打马赛克。准备开箱，耶！探出一只小菜。结果现在来到万华出大太阳，还有小帽子出现了，要戴吗？好可爱的，我们现在在龙山寺这里可以带狗狗。
可是不能落地，要有宠物篮或者是抱起来。
去龙山寺，就现在回家后又不想出门，一副不爱走的样子。